将相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我们百老汇四少侠那可是出了名的破案高手。百老汇富贵山庄，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来路不明，心口癫狂，无故开始绝路。今天晚上就当我们提前给他送个行吧。哎，他要是不配合老塔上，咱就弄死了。哎呀，怪不了咱们呀。没有办法，嘘，小声点，不要吵到别人睡觉。老麦，睡着了没有？老麦，老麦，一动压根就没睡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就他这个贼心眼的，咱们都别信了。茶叶妈妈，你也很无聊吧？我们兄弟三个来找你聊聊人生，说说理想，谈谈追求。
你也不要怪我嘛，我们兄弟三个是最阿范最知足的人了，我们不想离什么宫，也不想赶那倒了产子，就是当初抓你也就只是想走个过程。哎，谁曾想把你的命都搭进去，没得办法，干的烂头使唤要听他的噻。嗯，烂头使这次要是得偿所愿，重创百老汇，我们到时也可以炸点瓜，可以升官发财，走上人生的巅峰，但是就牺牲着你喽。他日你命丧黄泉，一定要体谅我们身不由己啊。不咋的，你们这个我得了便宜还卖拐，想啥好事呢？看看看看，我就说的不会原谅我们吧。老麦啊，我们非常在乎你对我们的感受，如果说你要不原谅我们，我们就不求客了。我原谅，我原谅你们，你快求客，快求客。你原谅我们了，那你转过来看着我的眼睛说没关系好不好？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不行，我要求人过眼神才可以。你转过来，转过来，你就转过来了。你这得寸进尺是怎的？你就答应我这一点小小的要求吧。你原不原谅我啊？都是把我弄成龙给哭死，你抓把我卖了光给哭死了，伤粉来了。我想跟你踏踏实实的开了店，平平安安的过的日子。可是我现在已经变回凤栖梧了，想要再变回去哪有那么容易？你也是，你这个女人腿上变了。当然，我命也不好，总是阴差阳错的。我也不知道得罪谁了，我没事越什么狱呀？凤栖梧，凤栖梧又出现。凤栖梧要现身了，是黑灯瞎火的，你没看错吧？从清宫的身法来看，就是凤栖梧没错。不应该啊，他现在，嗯，愚蠢啊！说谁呢？你王栋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已经错过这么多回了，这回该不会又是个假的凤栖梧吧？哎呀，别管真的假的，先抓了再说。对对对，跑哪儿去了？那边，走，走走走走。麦老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住了！干什么？这样看着人家？别给我学女生！你看那是……凤栖梧哪里疼？别瞎吵吵！滚！怎么？等会儿，看清楚了我是谁？怎么是你呢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是，刚刚是凤栖梧还是你？你有没有看见凤栖梧啊？在麦吉饭庄出现的也是你，啊？不会吧？什么？他去过麦吉饭庄？我明白了，是，我看着凤栖梧了。要不是你们几个糊涂蛋在这搅和，我早就把他抓着了。哎，你搞清楚啊！人是我们发现的，也是我们撵到这儿来的。要不是你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啊，我们现在都抓着人了。对呀，既然你已经看见凤栖梧了，那说明凤栖梧就在外面，麦老广在牢里，你可以把麦老广放了吧？哎，对啊。我告诉你们，刚才那个凤栖梧就是麦老广，他逃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亲眼看着的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
看来你是不打算放过麦老广了。我说你们几个是真傻呀，还是假傻呀？哎，你是睁眼说瞎话，还是就是睁眼瞎？我看他就是跟我干爹有仇，看他好欺负，跟他作对。是、啊，行了，咱别争论了。事实如何，咱们监狱里看了就知道了。最快的速度到监狱，走走，走，快快快快快，快的嘞！哎，肯定走错了，这边。在干嘛呢？我在审犯人。犯人？哎！哎，你们要打就打，要骂就骂的，你大晚上还让不让睡觉了？还来这么多人？你原谅我们了，那你转过来看着我的眼睛，说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不行，我要确认过眼神才可以。你转过来，转过来。给我闭口！你们要走场？老麦呀、啊，老麦，你坐起来，我们兄弟三个提前祭拜你一号。你用不着，哎呀，用得着，用得着，老麦，老麦，你起来，老麦，你起来嘛，你起来嘛，老麦，你起来呀，老麦，老麦呀，你怎么这样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你怎么，你怎么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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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哎呦！闹够了吗？他还是不原谅我们，要怪就要怪人了。真是给我们说，我们全是一起的。我这还没死呢，再让你们给我哭死了，烦人！你在干嘛呢？我在审犯人。犯人？哎！哎，你们要打就打，要骂就骂他。你大晚上还让不让睡觉了？还来这么多人？站！到底耍了什么花样？你说是我的？你再给我滚！冷特使，你要不要鉴定鉴定？这会不会是麦老广的替身啊？你们几个，在。麦老广今天一直都在监牢里。回大人，是。你们一直守着这监牢，没出过任何差错。回大人，没出任何差错。你们几个一直在跟麦老广聊天。我们没说你坏话。回大人，我们在跟他做思想工作。没问题。麦老广，朝三不是一直在跟你聊天吗？聊什么呢？说。说不出来了吧？说不上来了吧你？我说得上来。这曹保正一直让我听你的话。哎，你说什么都是什么，哎，你让我咬谁，都咬谁。我闭嘴。麦老广，
我可是亲眼看见你了，你到底给我使的什么劲？耿乐士，你要再揪住麦老广不放，我们可非常怀疑你的居心。哎，我还怀疑你们配合他演戏呢。谁配合谁呀？我们要不是跟着你，早抓了凤七吴了。老德士，这凤七吴是你什么人啊？你非得找人给他背锅？哎，太平此言差矣，不要总是把人往坏处想。他就是单纯的能力不行，真的抓不着，只能逮个假的不放。哦，也是。他就是跟我干爹有仇，知道吗？你平时啊，你看我干娘那个眼神就不对，动手动脚，每天你说吧，你是不是要整死我干爹，霸占我干娘，是不是？我先整死你！怎么整死你？动手！动手！不许跟棺材动手！妇人之见，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行了，我们都别那么多废话了。麦老广，你是凤七吴吗？这事儿吧，我还真就琢磨过。实话跟你们说吧，其实我真不想因为你们之间的矛盾总把我给牵扯进去。再加上现在村人已经不稀罕凤起舞了，所以特使大人，不好意思，让您失望了，我就不冒充这个凤起舞了。哎，你别皮不笑肉不笑，胡子乱笑，干什么玩意儿呢？赶紧放人！麦老广就是凤七吴，我为什么要放人啊？你这人得讲道理啊！刚才在街上你说你看见凤七吴了，到这儿又指一个凤七吴，你怎么满嘴跑火车呢？有整数吗？谁看见凤七吴了？谁听见了？你有证据吗？嘿，你怎么那么口说无凭啊？啊，这是你们对付我的招啊？啊，赖皮人！什么赖皮？什么赖皮？没有脸，谁没有脸啊？想放的麦老广可以抓真的凤七吴来啊！哼，还有事吗？没事了。哎，这里给他较真儿，我说就这么走了啊？我也觉得我们待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了，我们也走。好了，慢走，各位，我送了啊。是没朝廷命官，你没羞没臊。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想留这儿吗？想留这儿吗？羞！你们几个饭桶，也给我赶紧交职。是。我知道是你，没错，就是我。哎，我就是凤七吴。怎么了呢？然后呢？证据呢？哎，你证据证据呢？口说无凭啊！我怎么了？德使大人，跟你说句实话，其实我凤七吴还真是想重操旧业，变成江洋大盗的。可是后来我变主意了，我想变回麦老广，做个踏踏实实的好人。哼，贼就是贼，你永远是个贼。贼怎么了？贼就不能洗心革面了吗？贼想重新做人，成吗？对于你，不成。我会有办法对付你的，等着。
你还担心什么呀？只要麦老广咬死不认，冷特使回京在即，那他没办法的。我是觉得昨天在监牢里咽气的神色不大对劲儿。我看不对劲的是你们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昨天晚上我们离开监牢之后，你偷偷丢在路上的柳叶。嗨，燕琪，你误会了，这就是从树上落下来，落他肩头，我就扑啦扑啦。我亲眼看见你从麦老广的身上把它摘下来的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再给我装！冷特使，你要不要鉴定鉴定啊？这会不会是麦老广的替身啊？东哥、红姐，你们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麦老广就是凤七舞，一直在包庇他、维护他，是不是？燕七，我们之所以没告诉你这件事情呢，是因为我们在找一个比较好的时机。不仅你们知道，三位爹爹也知道，他们之前那些诡异的行为都是在掩护麦老广，对不对？燕琪，你的智商起伏很大呀，此时此刻你绝顶聪明。你少给我拍马屁！你别以为啊，你们跟三位爹爹暗中勾结目的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这个凤七舞真的是百老汇的人吗？你刚才又蹦过来了。哇，我真是没有想到啊，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是如此的善恶不分啊，没有底线。你身为百老汇大掌门的候选人，你身为百老汇大掌门候选人的妻子未婚妻，这不是重点。你们真是给白老板长脸了啊！燕琪，你觉得麦老广是坏人？嗯。只要他是凤七舞，他就绝不是什么好人。他越是装的善良，就越证明了他卑鄙。面对一个人，不要只揪住他的过去，也要看看他的现在，还要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做错了就是做错了。怎么可以因为他现在老实，我们就忽略了他以前做过的坏事呢？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我们不能灭了一个人改过自新的希望。还改过自新的希望？我开始再次作恶的希望吧。我相信他再也不会作恶了。你凭什么相信他？说不通。哎，兄弟们，快跟我走，麦嫂来山庄了。啊，麦嫂。他大清早来干嘛呀？提供线索呢，说昨天晚上凤七舞来找他了，要带他浪迹天涯。这不可能啊！有什么不可能？你看见没有？贼就是贼。你俩吵架呢？哎呀，这麦嫂……走，赶紧去看看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快走。凤七舞找你了。啊，对，他找我了。麦嫂，我非常理解你想帮麦老广，但是您不能撒谎啊。我哪儿撒谎了？凤七舞真的找我了。你是想让我们帮你找冷特使，证明凤七舞在外面，那牢房里面的那个人，也就是麦老广，是清白的，对吗？哦，对对对。哎，那你们就去帮我证明一下吧。麦嫂，这样做反而是害……你们谁都不要干扰麦嫂的思路。麦嫂，你详细的跟我们说说经过。昨天晚上，我正跪着在求菩萨，
我求他赶紧保佑我们家老麦啊平安回家。忽然之间，嗖的一声，凤七吴就出现在我面前。他长什么样啊？他蒙着面罩，我哪看得清啊？找你做什么？他让我跟他一块走。去哪儿干嘛去？让我跟他去浪迹天涯，自由自在，要啥偷啥，吃香喝辣，还说让我跟他，这根本就是在胡编乱造嘛！这个凤七吴最可恶的地方，就是一面在伪装善良，一面却在随时准备着作恶。哎，他如果给你开出了这么多有诱惑力的条件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走啊？你这么爱他。我现在心里只有麦老广，我爱麦老广，所以我把他拒绝了，严词拒绝。现在凤七吴才逍遥法外，我们家麦老广在监狱里受着煎熬，他冤不冤呀？你们要相信我，相信我呀。麦嫂，其实呢，我们也看见凤七吴了。啊？就在那个饭庄门口，差点撞见他。这个凤七吴实在是太狡诈了，再加上有人从中作梗，我们生生错过了一次抓他现行的机会。谁作梗了？什么梗啊？都怪这个冷特使。我跟你说，冷特使这人压根就不想抓真凶，他就咬着麦老广不放。所以说，麦嫂，我们就是找冷特使跟你证明也没有用，他什么都不信。除非我们真的抓到凤七吴。燕七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们必须抓到凤七吴。麦嫂，你帮我们一个忙，帮我们诱捕凤七吴。是时候把这个案子做一个彻彻底底的了结了。是个好办法。凤七吴之所以出现，我估计是因为他知道麦老广把你休了，觉得自己有机会了。如果这次真的有机会能够诱捕凤七吴，那林太平还得拜托在座各位帮我一忙，千万别告诉玉玲珑，否则他就得逼我的婚期给收了我。我先谢过各位了，谢过各位。放心。哎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也要对麦小丫保密。啊？那为啥？麦小丫现在恨死凤七吴了，毕竟凤七吴是麦老广的仇人，有他助阵，如虎添翼。我担心他护爹心切。反而会坏了我们的大事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就是来提供情报的。既然你们用不着，我就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不会还爱着凤七吴，怕我们抓他吧？你胡说！站住！好好好。我答应你们，帮你们诱捕凤七吴，不过到时候他出不出现，那就不关我事儿了。凤七吴，醒了、大人都叫我麦老广都成。这又没外人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本官明天就要回京了，回京之前给你介绍个新狱友啊。啊，此人是苗疆邪教以蛊毒训练出来的杀手，此人唯一的嗜好就是杀人，是不是很有趣？这是从哪儿都给弄来的呀？梧桐镇抓住这个烫手的山芋已经三年了，三年对他们来说苦不堪言。听说平安镇主动要求帮他们关押，这家伙，他们恨不得给他开个欢送大会。
是，大人，你说你这牢房空了那么多间，为什么要非把我们俩关一块儿啊？不喜欢他吧，他也肯定不喜欢你。不，不只是你，他就不喜欢活人。但是你惹不起他，你可以逃啊啊！你是凤栖梧，你可以开锁，你有绝世琴弓、绝世锁骨弓，这弓那弓的，你完全可以逃出来。而本官要的也不多，只想要点凤栖梧的痕迹。知道我为什么满地撒白面了吧？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待在牢房。我查过此人的档案，此人不知疼痛，更没有怜悯之心，他喜欢把猎物虐待致死。相信我，你一定会逃的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忒卑鄙，而且变态。这个牢房对你而言形同虚设，你可以来去自如，又何必画地为牢呢？啊，逃吧！我就想做个好人。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我就是要赶尽杀绝，我要把你和白老会一起赶尽杀绝。明天留在这儿的到底是麦老广的尸体呢，还是凤栖梧的脚印呢？自己选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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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儿，你们在哪儿呢？快来救命啊！这个冷特使都要回客了，请我们喝酒。不安好心，有阴谋啊！大哥，啊，大哥，啊，不对呀，什么不对呀？那个冷特使让梅六带着做好油孩来顶咱的班不是？我咋在隔壁看着他们了？隔壁啊，就在隔壁啊。他们也在喝酒啊。啊，还在那哈嘞。走，我可跟他们胡哈。杀人了！怎么着？就这么点本事？你信不信我一会儿玩死？哎哎哎！别！哎！哎，你个兔崽子，你都那么喜欢打人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把我逼急了，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有没有人劫狱呀？老林啊，嗯，这凤栖梧一心向善，咱必须帮他一把。对，咱们就是顶着凤钱要干就干一票大的。
麦老广，为了让你彻底的自由，来，咱哥仨齐刷刷的表个态。等我们七天之后，等回来以后把你聊聊。不是你几十年了，怎么你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？只有点飘，差不多。再来一杯，齐刷刷，我们刚输过了。你把腿齐整起来，来，再来一个啊！对对对，让我们七天之后再相逢，一定好好聊了。滚犊子吧！哎呦喂，你没一点团队精神，你也好到哪去？你还说就永远没默契。女人啊，就是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，让男人移不开眼睛。我不主动揭穿你，就是想让你自己主动承认，自己看着办。你还真打算利用麦嫂诱捕自己的爱人？我诱捕的不是谁的爱人，而是江洋大盗凤七武。凤七武就是麦老广啊，张子文的丈夫，那个老实人麦老广。王董，自从我下定决心当一个好侦探，我就从来不会像你这样妇人之仁。我不是妇人之仁，我希望你给他一个机会。今天就是他的机会了。要是他今天出现在这里，就算是天王，老子都别想给他求情。哎。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又吵架了？没什么。完美。怎么样？哟。怎么样啊？气色不错呀。那可不是，麦嫂，这个凤七吴呢，毕竟是你的爱人。无论如何，你随时都可以反悔。红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他有权做选择啊，对吧？啊，我怎么感觉刚才屋里有人呢？没人啊。你画的那么漂亮干嘛呢？没干嘛。等谁呢吧？没等谁。张翠云，你可太不仗义了啊，我干爹这还尸骨未寒呢。死丫头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干爹还没死呢。感情你知道啊？那你在这张罗着等你的小情人是吧？哎，你这小丫头片子，你再没大没小，你小心我削你啊！我干爹不在家，我就得替他管管你。张翠云，我警告你啊，你生是老麦家的人，死是老麦家的鬼。你要是再跟我玩那个花花肠子，小心我啊！看着没有，用这个烧火棍把你的小情人打成残废，信不信？行了，你滚吧。你干嘛？吃软不吃硬是吧？滚！再弹一弹，好吧？弹什么弹？弹一下！滚！弹一下！哎！我看你们才像鬼呢。神出鬼没的，还好我们没有跟小丫透露我们的计划，否则就走了风声了。我说要不就算了吧，听见小丫刚才说那话也太伤人了。确实不好听，但是麦嫂你现在得忍辱负重，等我们抓了凤七吴，救回麦老广，他不就明白你一片苦心了吗？只怕到时候已经众叛亲离了。王栋，天已经黑了。凤七吴虽然说之前跟你吵了一架，但是以他对你的痴情，他是不会介意的。给，你用音乐吸引他。我不会。别谦虚了，麦小丫都告诉我们了，你是当年平安教坊第一女乐手。哎呀，那死丫头她那张嘴你也信啊？那你到底会不会弹啊？
我会不会是其次，关键是我觉得凤七舞肯定不会来了，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。不行，你要是再磨磨唧唧的话，我可就要怀疑你跟那凤七舞是串通好了的。我已经不喜欢凤七舞了，我没有办法演得情真意切。没关系，只要凤七舞演得情真意切就行。对，不会的，他恨我。啊？嗯？麦嫂，之前你见到凤七舞的时候，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？哎呀，说了什么不重要。哎呀，凤七舞就是不会来了，我不愿意配合你们了。哎，我跟凤七舞已经彻底决裂了，我不想在他面前变得更卑鄙。你们走吧。走啊！翠云，从此以后，凤七舞不会再找你了，麦老光也不会再找你了。你又是孤家寡人一个。